你这样的简历敢来面试我的公司，和那些名校毕业生相比，你的优势在哪儿？没有就走。我很缺钱，我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份工作。我。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在这个城市来打拼的人，哪个不缺钱？诶，丢掉的东西我不会再要。问题不是你想不想要，是我肯不肯做。你还挺清楚你的优点。这样，明天分公司有一段采访，你跟着去，让我看看你的能力。今天带你们来明远公司呢，机会难得。我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厉害，我是希望呢，你们能够跟我在一起，多学多看。至于学了多少呢，全凭自己的悟性。是是是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对的。这个公司近期频繁出现事故。至于什么不该做，什么不该说，不用多说了吧？哎呦喂，林总，哎呀，别来无恙了。上次那个事儿啊，多亏你了。哎，一点茶叶送给你，哎，意思一下，以后还得多讲仗讲仗。哎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如实报道，那是我们记者的天职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嗯，谢谢。土特产，每个记者啊都有，各位记者不用客气啊。谢谢。你们来这儿就跟来自己家一样。哎，那个谁，你来记录一下。哦，我们公司一直行走在行业的前端，立足本土，面向世界。你好，我主要是想问一下，近期我们的产品很多顾客吃了之后出现了各种身体上的不适。据我了解，贵公司近期还有很多债务上的纠纷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行了，让你记录，没让你提问题，没有眼见，回去就把你开了。你来。嗯，好，您继续说。我们公司的品牌那是要为社会负起责任。我们这个钱我不能收，新闻也会如实报道。